嘿，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你老朋友商恩，欢迎回到我们的频道。那今天呢，我们要拍的是全服胜率最高的英雄银州。那银州呢是属于滚雪球型的英雄，他跟刀锋宝贝有点像，都是那排位相当强势的打野。在职业联赛呢比较少见到，是因为首先职业赛不好滚雪球，再来呢敌方都知道要怎么克制银州，比如使用控制招，或者用清醒解控等等。那今天开头呢就可以看到队友在吵架吵了起来，那会吵架呢不外乎都是逆风场哦。如果是顺风场呢，就算队友有很大的失误都会被盖过去看不太见，反而是如果逆风场的话，失误就会被放大哦。那假设呢这个排位系统是公平的，双方的实力都是差不多的话，会打顺呢通常是两个原因，第一个呢就是视野不够，第二个呢就是配合不够。视野不够呢被敌方蹲到会死掉，这样子就会逆风，这是第一个解释。第二个呢就是配合不够哦，比如呢常常少打多，不然呢就是技能配不起来，跟队友之间打得乱七八糟，然后就打输。那我们就用这一场呢来分析一下这场是怎么变到逆风的。一开始是1-1的开局，我们前面呢先正常的发育，有机会的话呢就必须抓人。这场我们辅助呢已经回家了，前面呢搞事情辅助还挺重要的，可以帮忙看视野，还要帮忙抓人啊等等。那这边队友不在呢，我们先稳定拿下这个龙，先发育一阵子，吃个蓝之类的。你中路最后一方猴子爱丽丝三只都在。OK， 我们抓一只爱丽丝，这边呢是2-3的，有时候的爱丽丝呢就有赚。那这边注意到我们辅助已经在赶过来中，可惜一点呢没人抓到后面的沙加。这波辅助虽然有来呢，但已经来的相当的晚了。那但我们至少有一个头啊，爱丽丝的头先常规的正常发育。下面的特阿纳斯呢目前在中，我们目标是他哦，先抓特跟沙加比较简单。进我血不是很好呢，如果遭遇打架的话没那么吃香哦。清完这波呢就继续刷野怪，那上面已经有一大堆人哦，马洛斯要自己小心一点，追到猴子在上。目前上面有三只，那抓一个爱丽丝哦，本来想把他甩进塔里面呢，结果爱丽丝沉默接上了猴子的晕眩，这波呢直接把我们接死了。有没有注意到呢？这两波小团打下来，敌方的辅助呢都在，而我们的伯顿呢却在魔龙路保射手。下路呢在2-1，可是呢却没有打出优势哦，这样子呢就会有点麻烦。如果辅助一直躲在下路的话呢，是完全没办法帮队友创造优势的，他也没人看视野呢，也没人帮忙抓人。就是我们前面说到的呢，视野跟配合。OK， 要掩护队友撤退的时候呢，伯顿往前走了呀。最后呢，我们打了两人，这边开始有点麻烦了，4-13。敌方势如破竹，下塔推了进来。战场瞬息万变，有很多判断，很多选择，不能说谁对或谁错。可以比较确定的一件对的事情，那要是呢配合你的队友。尽量去配合你的队友。很显然的，这一场呢，我们配合是不够的。OK， 有没有注意到伯顿？通常我们打完家呢，他才会上前去。等他到场的时候，队友已经死掉了。那我们先补一补状态。这场呢，至少我经济是还不错的，不至于太过落后。而银州的特性呢，只要能够抓到敌方一个人，就有机会呢滚起雪球，狂暴起来。那这边是完全没有视野的，那感谢卢米亚帮我们点亮了盏灯。注意一下伯顿的位置，如果他被打野抓被谁抓呢，他们两个人也是打不赢三个四个，何况是逆风2-2也可能打不赢。至少伯顿正确的位置呢应该是要在我们红区旁边的草哦，站在那边帮忙看视野，这样子呢我们才可以决定要撤退还是要上去反抓。那我们就稍微利用我们队友来做诱饵哦，
主要是呢队友位置实在太差，很容易引起敌方去抓人。那我们就找到一只沙迦 ，OK， 把沙迦带走。这边后面有个猴子哦，二技能判断猴子的位置，就有普攻带走猴子。那这边我有三个头，经济也稍微起来了点。而这边呢，我们的蓝区是完全没视野，走这边也很危险哦，很有可能会被抓。我们看到野怪还在呢，就判断应该暂时没人。反正呢，没视野对我们来说，每一个判断都像赌博，是相当艰难的。如果敌方有心一点呢，硬要蹲我们的话，会更难玩。那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伯顿问的问题是在哪里？问题就是呢，完全没视野了。我们影片呢，大概说了中野府联动也说了好几百次了。所谓的中野府呢，就是我们三个人一起拿风箱，一起反野也好，守野也好，抓人也好，人多力量大嘛。这也是很简单的筷子理论。这里呢也是完全没视野的、哦。如果我们在甩钩子期间呢被猴子晕到，会很麻烦。尽量的发育，我们拿我们需要的经济。待会反打的话有用到，比数目前是7-18，那我们也专门挑一场比数是这样子的。正常情况下呢，如果队友发挥的都不错，赢之后数据通常都很神。据我们伯顿呢，竟然在这里站着打字，他那么坦的身体呢，可以用来看视野的。OK， 这边只能称赞你和爱丽丝晕眩有点准。被晕到之后，我们摘掉一个头。敌方就特了我们中路跟上路高地了。复活之后呢，找到一个特兰纳斯带走他，拿到终结的钱，这边还不错。这边我们也必须表扬一下伯顿，有没有注意到呢？他操作其实是不错的，他翻人呢是可以翻得中的，有些人可能连翻都翻不中。他最大的问题呢就是比较没看视野了，没做好配合。能打到这边呢，我觉得我们还是有机会的，当然不能放弃。实在没视野呢，我们也只能够用钩子来探草。敌方刚吃过凯撒，凯撒影响力呢没有深渊魔龙那么大，团战来说，就来蹲一蹲。OK， 迪法利斯还是挺谨慎的，如果直接走的话呢，有机会可以抓到他。我们看有没有机会可以再蹲人。那这边呢有一个多打少的机会哦，说敌方雅莲。OK， 目前是5-4。那这时候我们可以稍微凶一点，需要队友帮忙看点视野哦。伯顿跟马洛斯两次坦克都可以看。最后猴子的位置，我们已经看猴子在这个草了，自己关掉他。等关结束，请他这个钩子甩回来带走。猴子打了之后呢，我们就是5-3。那5-3呢，绝对可以打的。钩子往沙迦丢呢，是预防他进场哦。他没飞天之前呢，都控得到。已经收到敌方的射手，这边敌方倒四人，有一个复活了。那样的话呢，就有赚。这是我们反打的号角。原本经济差距就不大，加上这一波团战呢，我们经济应该是有领先的。抓敌方的雅莲带回来，收掉。之后的目标是敌方的沙迦，沙迦交过大招了，带走。猴子，抓到猴子，一并带走。剩下一只爱丽丝。暂时推不掉，那我们就喘一口气。游戏还没获胜，我们先不要放下警戒。你看有没有机会抓到敌方的射手了，抓到甩出来呢就给带走他。那时候呢是因为敌方没有其他的队友，我敌方也过来反干净。这边吃凯撒呢对我们来说有点奢侈，深渊魔龙需要有人来看视野哦，不然呢一定会被敌方吃掉的。
那这边呢是完全没事耶。那我们就算了，圣月魔龙给他们做个交换。敌方射手跟打野 ，OK， 已经露头了，他们没事。没人抓到雅莲，往后拉一点。触发了我们的狂暴手套，有没有注意到狂暴手套很好用？毕竟的瀛洲是近战英雄，可是却有远程的射程。抓到输出，优先击到一方输出。抓到输出通常能够打赢啊。受敌方射手残血的辅助，最后是一只沙加。OK， 敌方五人全灭。那最后是敌方的主堡了。这场呢，队友在中期的时候几乎已经放弃了，站着不动打字，而且呢，全场都没有看视野的情况下，还去骂队友转移战犯。那由此也可以见得呢，一颗星星，只要呢你的观念、你的态度够正向的话，都有机会可以赢下来的。反正呢你站着打字的话，那代表你已经放弃，轻易放弃的心态呢，真的不适合打排位哦。那最后呢，感谢大家收看呢，我是尚恩，喜欢影片呢可以考虑订阅。那我们下次见。